自己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南投甲湖中心举办老在日冬画图比赛颁奖典礼，以及亲子闯关同乐活动，邀请受辅助家庭全家拢来同乐，让咱这轻松的爸爸会当提早过一个特别父亲节。很好，也很高兴啊。活动用画笔画下因心目中的爸爸，透过这淳朴但是生动的画风，表达因对父亲的敬爱。南投家父也希望透过这一连串的欢庆同乐活动，或者是辅助家庭会当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父亲节。为什么爸爸是超人？因为他吸收了水，或者吸收了火，所以才会这样。那在孩子的心目中的爸爸是爸爸，是妈妈，是阿公，是阿嬷。那这样的意义，我们也要为所有的爸爸，家父中弱势的家庭的爸爸，跟妈妈一样，母亲节一样祝福，也为他们做祝福跟加油。南投高中的志工学生捧着茶杯，一一来向师大奉茶。这是由南投市内一间老人安养中心举办的欢庆父亲节系列活动，希望透过奉茶的温馨活动，或者平常时这当静养的时段，会当留在一个，也借此来凸显父亲节是谁爱友好尊敬的意义。更多的就是一种互动，然后可以让阿公阿嬷觉得我们就是有关心他们，然后就是对我的意义是，就是可以想到他们以前也对我们很好，很辛苦，然后我们只是回馈他们这样。希望透过年轻的学子可以跟长者有一个互动的机会，让他们知道说在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年纪大身体退化的现象，可以多与老人家做一个亲密的接触，其实也可以增进说家庭的一个亲子关系。后礼拜四就是父亲节，南投市各界趁着周末假期举办了各项欢庆的活动，也希望辛苦的老爸会当提早过一个快乐、更有意义的父亲节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